再过几天就是父亲节，泰山区公所特别选在餐厅举办模范父亲表扬大会。这次共有17位模范父亲接受表扬，家人也特地陪同前来，在公所用心安排下，全家人一起在餐厅用餐。父爱如山，泰山真爱。为表达对模范父亲的真爱，泰山区公所特别在餐厅举办模范父亲表扬大会，许多民意代表都特别到场祝贺。我们更敬佩我们今天的泰山区所表扬出来的模范父亲，恭喜你们有那么优秀的爸爸，作为我们泰山区的典范，作为我们社区里面的典范。大家其实平常比较不会对爸爸说我爱你啦，那所以呢，希望说借由今天这个机会呢，跟我们的模范爸爸，希望我们在场的家人们可以跟模范爸爸们说声我爱你，然后也说声辛苦了。阿姐嘛，看到咱这个家庭和乐哈，事情嘛拢出团，咱就安尼好好甲身体用一用，而且祝好父亲节快乐，祝大家家庭美满。今日会当得到咱公所来表扬表示讲，恁的过去、恁的经验，就是值得咱所有咱社会人士，或者是阮家的现场在家，也是所有的人民会当来甲恁学习的。秋妹在家嘛要同款，祝福恁今日父亲节快乐！我相信拢是模范中的模范哈，咱每一个拢有无同款的故事，那对家庭、对社会的付出。今天能受到表扬，也是值得我们来学习。这次共有17位模范父亲接受表扬，家人也特别陪同前来分享喜悦。在公所的用心安排下，全家人一起在餐厅开心地享受美好的晚餐。很高兴，很高兴，很高兴，教我们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啊！我觉得这个对我们长大很重要。我们请大家。谢谢，他像一座山一样，一直守护着我们。无论年纪，所有父亲都是恪守工作岗位，也是家庭重要靠山。父亲节到了，别忘了跟爸爸说声父亲节快乐。以上新闻，记者林正杰，泰山采访报道。